九合的毛绒比普通的毛绒塑料要多，这种毛绒材料通过特殊的工艺附着在普通的塑料硬件上，给托盘表面一种高贵奢华的感觉，用来提高包装的质量。蓬松的托盘可以更好地保护产品免受划痕。蓬松的葡萄酒和托盘既有硬度和强度，也有天鹅绒本身的柔软度。蓬松的塑料托盘衬垫用于保护产品，在运输过程中不易损坏，